我今日要甲你答应要合作这个工程案，我得完全甲你配合。妈，你刚才在讲啥？你敢搁看袂清楚江湖是甚么款的人？敢讲你唔知啊？爸受的伤害偌大？别讲你爸的代志啊！你爸的代志跟我无关系啦！我对伊叫做切心妈啦。先生你好，你是要替你女朋友还是太太进来啥？我是陪人来的啦，你即马伫内面试镜，我第一只带。想袂到吼，我刚才是要买一个内衫尔，竟然让我看到 Robert 头前这么大条的八卦呢！你是阮妈，你是支持，支持你跟怎样子合作？刚刚我伫你面头前，连讲话的资格都无，到即马我才发现讲，原来你嘛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大男人。那我是你的心人，何止我不受伤害，你给我做你受！既然大家即马心内拢有遐尔侪不满。我结婚，过去就卖给啦。一颗萝卜一好大胆呢，竟然甲外口的查某朋友挑动引导，你想遮大吗？我看你的心脏哦，有偌大粒啊 ！Rose， 是我啦，你伫倒？那呢，到厝你敲电话给我，好，先安尼啦，拜拜。几位，我们继续。学长，怎么可能每次都你赢？学长都在睡觉，而且大热天还抱全身，跟你什么关系？想死啊！那么久不接电话，现在可以讲电话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真的是跟你姐一样傻。你在直播上画歪眉毛，你看一样左手拿杯子啊？到底要喝什么？快决定啊！你知道我喜欢少爷？废话，这都看得出来好不好？哎，手机怎么在我包包啊？阿邦那么爱捉弄我姐，哪有像你这种学弟一直欺负学姐的？学姐，你肩膀这么重，哪里？快把我弄掉！哎，我现在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，根本是看我。没有，再给你们喝。吃坏肚子，那很严重哎。你好，台北，很高兴来这里。这不会很腻，你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这个大楼的脚正对我，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拿下你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。阿哥最怕的，他有愤怒值在里面。